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节目中要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市政府是如何守护我们下一代的健康，关注这个与每个家庭切身相关的议题，为您邀请四位来宾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基隆市在学校食品安全方面的努力与创新。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营养师曾阳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营养师杨俊。杨俊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中华民国餐和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陈明信。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理事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安乐高中主任兼午餐秘书徐敏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乐高中主任徐敏如。主任好。第四位是我们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怡君。校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为了要把关学校的营养午餐让孩子吃到饱，基隆市政府推出了食安三件，一块来看看是哪三件。为了让基隆的孩子吃到安全有品质的营养午餐，市长谢国良多次到学校厨房了解作业流程，并推出学校食安三件。近年来食品安全受到了大家的重视与讨论，为了守护基隆学生的食品安全，我们基隆市府从去年至今提高补助学童每人每餐20元的营养午餐费用，我们还要引进食品专业的 HACCP 专家入校辅导，目的是要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我们规划要让午餐人力的预算更加的到位，让学校的厨工、午餐的秘书、学校的营养师等午餐工作者的待遇跟制度呢能够充足，这些预算预计共2000万元。这一整套守护学校营养午餐的食安政策，我们叫它学校的食安三件。我们要从食材的经费提升、制度的导入、午餐工作者的待遇提升，三件紧密相扣。基隆市府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支持午餐人力预算到位，让第一线的午餐工作者替午餐严格把关，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就是要让家长学生都吃得很安心。基隆市政府推出的食安三件，它具体的内容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营养师杨俊。就其实三件的最主要内容是这样说，就是学校它在做午餐，它其实有三个很主要的面向，就是我们的餐费到底能不能合理的去购买这样子的一个午餐。那再来第二个面向是我在整套运作的管理制度上面是不是能够有效率，然后能够合理化。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我在人员的这个待遇上，我给予充足人力，那合理的待遇，留住好的人才。那三个部分其实需要同时的提升，那在整个就是食安的这个过程跟午餐的品质才能够一起来提升。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是，其实基隆在过去的午餐餐费上面没有做的应该是说跟双北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偏低，所以我们就先给予每个人的这个加码补助，就是提高这个午餐的单价20块钱。那单价的上限提升了，但我们却没有去增加家长的负担。对，那首先就可以先改善到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很常见的韭菜炒甜不辣，终于不再是每班只有一条甜不辣，啊，它就可以是很很多具体的，对，它就可以是合理化的去这些高单价的食材就可以做这些搭配。那再来就是我将所有的午餐相关的人员，无论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或是最重要现场第一线的厨工，都要有具有 HACCP 的一个食安控管的观念。对，那再来第三个是我市府跟学校这么辛苦的训练了这些人员之后，那能不能够留住这些我训练好的人才，所以我们会一起来提升那个人员的待遇。是，所以真的就是要留住人才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所以基隆市政府是花了1942万元的追加预算，这部分是不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是，好，因为首先就是我们在这些预算当中，首先最辛苦的一定是第一线的我们的厨工伙伴们。那以往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执行的，或者说其实只是打扫的需要啦、清洁的需要，我们就请他来
来个三天六天，那我们支他日薪。那其实对于厨工的稳定度，他就没薪水吧，至少三个月没薪水，那他就会在这段期间比较容易异动离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提高到说，比如在寒暑假期间，我们提供半薪的这个薪水，让他更多的工时来学校做一些更彻底的清洁啦，或者是更精进的厨艺精进的部分。那这样总共我们大概将近是100位的整个基隆市国中小100位的厨工，对，所以光这个薪资的部分就将近了1000万左右。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营养师，我们也组成更多的这个校群，那让总共预计呢会多聘6位的这个约聘营养师，对，然后还有其中原本的约聘营养师呢有5位可以改成是我们的编制公务员的身份，那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具有食安跟营养专业的人留在我们的学校。那最后一个是其实现场很辛苦的是我们的老师，就包括就是兼任午餐秘书啦，你说敏如主任吗？对，然后都没有薪水，对不对？以前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优待或是肯定，但是呢因为这次加了午餐秘书的减课以及加班费之后，我觉得身为午餐秘书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政府对我们的肯定以及具体的鼓励。我们一直以来做午餐秘书其实就是做功德，希望能够把午餐这件事情办好，让学生吃得开心，然后家长也很安心。但是自从有了午餐秘书的减课跟加班费之后，我觉得这对午餐秘书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带着笑容继续带着笑容来上节目。对，对，所以在这样子整个追加预算，我们其实希望是可以打造更坚韧更强的一个午餐团队啊。一方面也是说让这些人才都留住之外，其实我们也朝向的是专业人力的分流，也就是说营养师做的是食安的管理，健康饮食的教育的这个部分，那午餐秘书他可以执行的就是在行政面，其实午餐有非常多的行政需要处理，然后还有一些煎厨，那午餐秘书都可以来帮忙做分担。那厨工留住了之后，他现场第一线，比如说薪水多了，心情比较好了，那煮出来就好吃，好吃多了。调味的部分，他们就可以再更用心的来去做这方面的处理，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是，所以就是要打造最强的学校营养午餐团队。所以我们先请教我们的校长好了，就是这样。其实政府做了这件事之后，其实回馈大家的回馈反应是。我觉得家长是有感的，就是家长有感受到基隆市政府呢非常的重视学童营养午餐的这一块，不仅呢让小朋友吃得好，吃得安心，也吃得健康，所以我们收到的家长的回馈评价都是相当的好，那也很谢谢市政府做为学生做这样子的安排。是，对，所以近年来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这部分，我们一定要请教一下老板，我们的理事长了。对，其实对于基隆市政府这个食安三件哦，其实对业者来讲相当有感，因为我也是全国餐和工会的理事长。那其实在本岛19县市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针对各县市的供餐状况，我们都相当了解。那其实也非常感谢市政府教育处的部分，对于这个所谓的厨工薪资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寒暑假没有薪资，其实对于这个厨工的流动率其实都相当高。那我们知道九月份一开学，如果厨工流动率太高，就会造成相关的一个食安事件，或者是说这个供餐供不出来啦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寒暑假有薪水，这个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那当然在营养师增聘之后，其实也让这个所谓的营养教育更强化在学校午餐里。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午餐不可以只有好不好吃哦。因为我们常常说日本跟韩国的午餐相当棒，其实他们是很强调所谓的午餐的一个食农教育跟食育的部分哦。那当然在整个的一个食安的提升的部分，我相信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专业团队的经营之下，在食安跟这菜色的变化跟精进上一定有可以很大的突破。是，就是要打造最强的团队哦。所以刚刚推出的食安三件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隆市政府开办了 HACCP 学校午餐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基础认证班，也邀请到家长一起来上课。我们一块来看这一段影片。
这一年多来，其实市长我会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说他愿意倾听，好、哦，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真的，这个就是真的，我们跟市长建议的东西，其实他觉得可行，而且是对教育有益的东西，他都愿意去做，而且执行力非常的够。所以说，他一直跟我说，我一直希望教育要延续啦。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对教育关心的市长，绝对是一个好市长哈、哦。基隆市家长总会理事长在讲习课程中分享，他相当肯定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积极关心教育和营养午餐的品质，也感谢市府首度针对学校午餐开办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统认证班，特别邀请许多家长代表们来参与，让家长也能了解食安卫生的知识，一起把关，让基隆的营养午餐更好更完善。让我们这些培训过的人，以后我们就成立一个那个小组，然后可能就是请教育处来服那个造册，其实就是由我们这些培训过的成员。我觉得说我们享了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必须要尽这个义务。我希望说到时候其实如果用这种把那个稽查内部稽查辅导的小组把它团队成立起来之后，其实大家一个月大概不用花到一次的时间，其实就是可以去把我们基隆市一些中央厨房的东西，其实那些都可以去做一个以 HACCP 的那个标准去做一个辅导，然后其实做一个建议哦。我相信在我们的食品安全部分哦，会更优秀哦。这个可能也会是一个又、就是一个全国第一啦。其实真的好多全国第一哦。那有在地教育的那个部分，那孩子们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基隆比较常吃的鱼，在什么季节，我们那也可以吃得到。那透过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基隆先做出履历，我们还可以给新北周边的其他县市的营养午餐。我们跟家长团体座谈的时候，大家就提到说，很欢迎食品卫生 HACCP 的这个制度能够进入的我们的午餐厨房。但是有更多的家长其实很关心说，他们自己能不能够也在这方面呢，有得到更多的训练，让家长团体可以用专业的角度去关心这个午餐厨房的事务。所以我们现在也跟 HACCP 合作啊，不光。是从对于厨房的这种稽查跟指导开始，现在也针对家长开课，让很多家长团体以及他们的代表都可以针对 HACCP 的食品卫生的一些相关专业可以传授到家长团体的这个身上，让他们可以用更专业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自己孩子所吃的午餐跟未来跟市府在食品卫生方面的讨论。站在要有气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食安不只是政府的要负责的部分，其实是全民要一起来参与。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了解基隆市是如何携手了家长共同守护学员的学童的饮食健康。我们要请教杨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具体措施。我们就是其实在过去这年，然后也不算过去这年，就是以往办学校午餐，家长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到底自己的孩子吃了什么东西，吃的安不安全。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政策主要是希望说，这一些很关心的家长都可以具有一定的这个食安专业。也就是说 HACCP 的宗旨是在说，我在整个食物的制程当中最高的风险点是什么，然后我在风险点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措施做阻断跟管理。那这一些风险点阻断跟管理之后，我出来的这个安全是一定受到这个保障的。那如果家长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中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的时候，他其实进厨房他就可以知道说，哎，今天这个做的流程 O 不 OK， 哎，这个是不是不是很需要哪边再改进。那他的这一些建议呢，对于学校来说就是一个很正向的，而且是很有帮助的。那也会让整个比如说厨工啦、然后校长啦、或是老师，他们其实就会知道说，哎，这个爸爸妈妈非常的关心，然后也跟我们一起变成了这个团队，然后一起去做这样子的守护，然后跟注意。那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长久以往来说，我觉得是很正向的事情。是，就是要正向，让大家知道其实市府很关注在营养午餐食品安全上面。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是一定要有专业团队的
引导，我们还是用老板。对，这部分其实我也可以分享哦。其实像我本身的公司在新北市，我们也承做了北北基的很多学校，总共70几所。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在当然学校都有定期的跟家长、跟学校的主任来访厂，在工厂来做访视。那我们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刚刚陈如刚刚杨俊阳所提到，我们最怕担心的是那种不懂的家长。不懂哦，就是会无限上纲的要求，无限上纲的去吹毛求疵，当然有碰过。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这种专业团队最困扰的。那刚刚像基隆市政府，他去让家长去参与 HACCP 的研习，这份我觉得是相当好，因为其实我们不怕不懂的，我们怕懂，我们不怕懂的，不怕懂的，懂得来看，对，怕不懂的，懂得来看，其实是大家其实是可以互相的交流，那互相来讨论说怎么做才更好，更好。那如果不懂的来看，他其实无限上纲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反而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困扰哦，所以其实刚刚从影片上也得看到，总会长提到说，其实可以去造册，让这些家长其实之后可以跟着这个所属的这个学校，可以到这个厂商这边来参观、来指导。我觉得这部分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是。所以 HACCP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就是整个食品安全的管控流程。那当然喽，前一阵子不是有食安危机吗？就是苏丹红事件，我们来请教杨俊，针对苏丹红的辣粉事件，是否是如何应对？好，是，其实在，这个苏丹红的这个过程中，先解释一下它那个辣椒粉的这个部分，它是从中国引进，那在用在染色上面，让这个辣椒粉看起来很红、很鲜艳、很辣的感觉。对，就是看起来哇，真是太棒了，这个辣椒粉太棒了，不加不行。对对对，那但是后来呢，又发现说，为什么后面变成是全面停用，慢慢的各县市啊，然后基隆算是抢在前端，发现因为我们在跟卫生局的这个对口，其实在这两年来有很积极的这个联系，所以就知道说不对，就是这个苏丹红开始不只是染红色，它连染褐色。哦，染青色都有，对，就是连那个黑胡椒粒的外面它都可以染，它都会加到苏丹红。哇塞，对，或者是那个什么青辣椒粉也要加到另一个颜色的苏丹红。对，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再从肉眼或者是一些报告的产品去发现及早预防，所以我们其实算是前两名还是前三名去就先做了，先发公文，然后发新闻说我们就开始暂停使用，那我们是一直暂停到6月底。那现在9月哦，整个风波都平息，那食药署也确定不会再有一些违法的这个辣椒粉进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复用这样子的咖喱跟这样的状况。那其实还有说，不好意思讲，好像讲太多。不会不会，尽量讲。就是在一开始停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担心，到底学校有没有照着做。所以停用的隔天，我们马上就开始到学校去查。视察。对，就。哎，你有没有在用？然后你停的东西放在哪个专区？有没有做跟厂商做这个退货？那有没有记录？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就整个就是所有我们基隆市16间学校全部看过，是，对，听说市长也亲自跑来看，是。对，那在停用的时候呢，其实也遇到了我们很比较大的难处啊，就是说，因为毕竟像咖喱啊，或者是一些混到辣椒粉的东西，我们本来一开始直观会想说啊，辣嘛，学生不吃辣应该还好，结果不是，因为现在加工技术太进步了，连那个番茄酱都会放辣椒粉啊。对，就是你吃不出辣的东西，然后或者是烤肉酱也有辣椒粉，对，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对，就是它是你从直观上觉得它不会有辣椒的东西，其实它有，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公文也是应该算是全国第一个县市这样做，就我们公文就是说，只要你的成分是有辣椒的，对，你的那个成分标示上是有辣椒两个字的，全部停用，是因为我不能保证它这个用的辣椒。因为100%是辣椒粉，那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所以在从成分上面去做管理跟暂停，那这是我们一开始去做一个禁止的。那后来呢，现场很特别，本来是担心东西不好吃，结果发现厨余其实没有变多，
所以对，就是不一样哦，就是发现不一样哦。然后本来比如说学校可能一周要用掉那个三瓶酱油，结果停了这个辣椒粉之后，只需要两瓶酱油。好特别、啊。对，就是开始连可能因为我们后来在判断，就是说可能厨工他在试口味的时候，已经开始少了一些重口味的调料，所以他其实他的味觉就有点恢复，对，就会恢复说其实他淡的调味当中也可以去达到相同的效果，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在其实今年的停用三月到六月的这段期间，其实对于整个的食用的状况啦，然后或者是后续我们在做追踪的部分，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异常发生。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市政府真的很用心在学童的食物上面。那当然学校端部分感受是最深的嘛，那时候配合市府，我们先请主任明如主任跟大家分享学校怎么应对。好，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学校会定期跟学生宣导午餐教育，所以在这一段苏丹红事件的高峰期，我们就在午餐教育的时间跟孩子们提到说，我们今天吃到的黄色料理，事实上呢，它是由姜黄来烹调的，那也让学生们感受一下用姜黄烹调他们会跟咖喱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学生们吃久了，他们也觉得姜黄听说是一个健康食品，所以他们吃了之后呢，也觉得那我们也不一定要吃咖喱。那另外呢，就是学生比较明显感受的就是沙茶酱这个调味料，那我们跟学生说，那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会暂停使用沙茶酱，那我们用什么来取代呢？就是用天然的新香料的调味料来改变我们的调味。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学生吃久了之后，他们就会渐渐知道，其实午餐除了用很重的调味料以外，其实我们用健康的食材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了。所以我们在午餐教育当中跟学生做的宣导，学生的回馈也都蛮好的。那相对之下，我觉得学生的口味接下来就渐渐朝向健康口味了。是，真的就是越来越健康。对推广食农教育的学校来说，感受会更深。我们要请教怡君校长。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因为当初呢，这个新闻一爆发的时候，其实呢，市政府的处理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天晚上在那个营养师的群组里面，他立刻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所以学校全面就去清查这些觉得会有食安疑虑的这些调味料，那马上呢改成新鲜的新香料。但是呢，我们在现场看，其实小朋友的适应状况蛮好的，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子的调整，然后就觉得说午餐不好吃啊，剩很多厨余啊，并没有。所以其实饮食真的是一种习惯啊，我们都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越吃越健康，是，就是打造很健康的餐点，让小朋友就渐渐的习惯。那当然在厂商的部分，哇，那真的是对影响蛮大的吗？是这部分我可以补充就是其实当时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其实中央也找我去开了几场相关的食安会议。其实当时我就跟中央讲说，其实源头把关其实非常重要，你从边境做好管理，不要让消费市场去造成混乱了。因为其实孩子喜欢吃咖喱饭喜欢吃像这个番茄炒蛋啦、番茄炒饭或是番茄炒蛋等等这种料理。那确实当时各县市因为这一个食安事件就开始禁用食材。那当然也要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其实当时很明确，就是只要有含有辣椒的都不用那我们厂商其实很明确跟我们的原料厂商在叫这个调味料的时候，那就很明确的让厂商知道说什么东西我就不要禁对。那确实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之后，也造成我厨师的压力，所以其实在那一段时候我们每天有我们的主厨啦，跟我们的这些创意总监等等，就一起来讨论说如何让这个用新香料，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去带出它的这个味道，再加上营养师的这个营养教育单张等等，让孩子其实对于食材本身的味道跟简单的烹调，他会喜欢，不至于去排斥但是我还是要提，源头把关其实是最重要的，从源头把关好，才不会让孩子的权益受影响。是，就是因应我们的食安疑虑，所以基隆校园午餐是全面来进行调整，没有想到却让学童越吃越健康，口味也变淡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就是市府其实很用心，他不只关注在基隆方面，他还到外县市去观摩，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府会参访新北午餐的中央厨房。无论是提升预算或者是提升更多的方法，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梁与副议长杨秀玉跟议会各党派的多位议员一起来到新北市这家有配送基隆和双北学校午餐的大型中央厨房，共同进行深度参访。大家都穿上专业的防尘衣帽，进入中央厨房各区仔细听导览人员解说，包括环境设备动线、进场食材的温度把关，现场也示范检测瘦肉精。那其实有很多 厂商其实都有开发出一样的试剂了，那其实它很简单。那它比较特别是，它最后检测出来的结果它是双线，双线是阴性，双线阴性，双线是阴性，对，很特别啊、哦。就跟我们一般可能最近之前疫情的那个瘦肉精那个叫什么 COVID-19， 对对对，快筛很不一样，它是双线，双线代表它阴性。好，那它需要跑大概10到15分钟，可以得出一个结果。我们这个可以说对于我们的食安问题一直都非常的苦恼啊哈，那我们也是一希望能够学习双北的模式，能够把它做得更好。那确实现在双北有很多中央厨房等等，他们做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基隆做借鉴。总之我们是有心要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午餐变得更好，但如何来做，我们希望寻求更多外界好的意见来给我们指导。另外市府和议会也马不停蹄的再到供应五所学校营养午餐的瑞芳国小中央厨房进行参访，希望透过观摩交流作为基隆实际运作的经验参考。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我们跨局处跟卫生局跟农业局的合作，因为这个食安监控平台对于任何一个午餐的那个监控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卫生局跟农业局代表也有过来这边，也特别谢谢你们。那第二部分是因为我们给家长又比较方便的，我们教育局有开发一个 app， 那这个部分家长在透过这手机的 app， 随时可以看到他今天小朋友吃的是什么东西，那他可以看到运送过程那些所有监控的资料。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家长一起来关心，这是目前我们觉得在跟家长合作这一块比较紧密的地方。我们希望说我们地方政府在于整个这个午餐费用上的呢提高，能来扩展到我们有中央厨房来供应我们地方各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我想是在食安上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们现在就到这个瑞芳国小来看看，瑞芳国小他们是一个有学校提供场地，有外面来委托的一个 OT 方式的经营的一个中央厨房。那我们希望说在有外与外 OT 中央厨房的情形之下，我们既也有各校的一个所谓的厨房的这种情形之下，可否也来比照由委外来经营，他们专业的厨师或者营养师或者种种的一些所谓品管上的问题、食材上的安全的顾虑问题，我想这是我们可学习的地方。哎，真的就是要多学习多看看，就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营养午餐品质。我们要请教杨俊。好，我们在跨部门，首先我们先跨了县市啊，所以先到新北去看新北学校，它在整个午餐的运作上面，它的合作的程度，然后以及它的整个运作的细节，到底和基隆不一样，或是比基隆好的地方在哪里？那看了他们的模式之后，其实我们首先先发现是他们的跨局处的，对，就是他们跨局处的这个合作的模式非常的紧密，所以我们也就学习了这一点。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基隆市可以做到的，而且是立即有效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整个跨部门跟卫生局、跟我们的农政，就是产发处跟动保所。动保所是管肉的，那产发是管菜的，对，所以就对跟这些单位，其实我们就是有比如说组群组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当学校午餐发生什么状况，以及说目前的整个大环境，好后面比如说像一开始的苏丹红，然后还有再来是宝林茶室，所以苏丹红的染料一扩大的时候，基隆市政府是率先停止是使用的，然后就全国跟进。在苏其实细节是这样，苏丹红的话，那个第一被台北抢走了。哦，第一被。对对对，所以那个双北抢了第一之后，我们就跟，因为北基桃的生活圈的关系，我们那时候是跟进，但是那时候其实一直在跟卫生局联系评估，说到底要不要停，它的扩大的范围到哪边，所以后面大家就开始跟进了。那
在苏丹红部分是最终是由教育部发文同意全国都暂停，全国都暂停，对，所以其实表示基隆那时候的方向是正确的。嗯，那再来第二个是宝林茶室的那个就是事件，哦、对，那时候半天、哦、对对，整个引起非常大的就是恐慌，就是哎吃一吃食物中毒，然后就死了，对，就有人过世了，然后再来就是哎那个。组的厨师要被过失致死罪送办，那时候全部学校的基层营养师啦、厨工啦、午餐秘书快吓死，我说天哪，我要被过失致死罪办吗？就是，然后这个怎么会？就是我才领多少钱之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整个就是恐慌的情绪，然后包括这样的情绪开始在酝酿的时候，我们就刚好抢了第一个，对，就是哎第一个，那后面就是第一个说哎这些相关可能有疑虑的产品，因为那时候。新北的那个板条工厂好像有问题嘛，我们也被那个新闻说可能要先暂停，然后查一下来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先暂停使用。那再来是后面呢，总共陆陆续续呢，就是十一个县市，就将近一半的县市都跟进暂停。是，对。那跟产发跟动保的这些溯源，就是合作的部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食材溯源，对对对，我们学校用的叫三张一 Q，就是说跟一般家里啊，或者是我们就是餐厅，就是说哎，我去哪边市场买，那买回来哎，看起来品质好，不派好，那这个就用了。但其实学校午餐不是这些官人，就是眼睛看啊、闻啊，然后触碰的这些品质之外呢，它其实还要有所谓的可能类似身份证。就是说他到底他是比如说我今天基隆成光国小用的菜其实是彰化的农场，对，哪一个农场生产的，那从这个标章里面我就可以知道这个菜的整个生产的前面，对，它经手的部分来哪里，当我的终端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标章可能被可能乱贴啦，发生什么事情有疑虑的时候，我就可以从这里往前请产发动保往前追。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追到源头，然后做在源头上面就做了处罚。所以在其实也是汲取去年的教训啦，所以在今年整个溯源的合作起来之后，今年从去年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异常的事件的频率都大幅的下降。是，这数据会说话，对，所以厂商部分是不是也有感受到这一波食安问题，让自己的所有食物品质都上升？是，其实确实从这两年开始，这个食安事件哦，就是层出不穷。那其实就有关于刚刚宝林事件的这个板条的部分，那其实当时确实有很多的家长，甚至连米饭他都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吃米饭也有问题哦，或者吃米粉也有问题？那当时也很多媒体到就是到工会这边来做采访。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跟家长或是跟媒体都提到，就是说，其实各项食材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制程的一个卫生安全的管理，跟到了厂房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储存先进先出啦，或等等，或者温湿度控管好，其实所有的食材都会有产生它一定的风险。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也发了文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业者，全国的业者去做好所谓的先进先出啦，或是这个库房的管理，这个温湿度控管等等，让这个食材能确保它的新鲜跟安全哦。那其实确实在这个家长的沟通上，确实那时候有很大的困扰，因为其实很多菜其实都不能，很多调味料不能用，很多菜不能用，因为这两个事件其实是相距离很近的哦。那这部分当然跟如何跟家长沟通，如何跟这个教育单位的窗口沟通变得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菜单开立上，这个营养师跟厨师的沟通也变得非常重要，如何让小朋友的菜色在变化上不至于去让他这太单调，或是的口味太单调。所以这部分其实在菜单上，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巧思，让孩子他对于菜单对于菜色的喜好度不至于下降。是，哇，所以可以看到不只是政府用心，合作厂商也要非常的用心，尤其在三 Q 一章这一个部分，让大家可以知道食材的来源。那在校园端呢，学校的反应如何？明如主任，我们学校在食安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在学校当中会不定期的到食材供应商那里采访访厂，所以我们在访厂过程当中呢，也会要求就是这个提供食材的供应商他能够开放他的库房让我们来参观，然后
我们会检查一下它的食材的保存期限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当中，是不是在合理的正常范围当中。那另外最主要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也会跟学生们做讨论，比如说在宝林事件期间，我们就跟孩子们说，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不吃板条了。那我觉得学生的反应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吃板条不一定要吃，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在想，我们吃炒面、炒饭、炒米粉、意大利面都已经很好吃了，不一定要吃板条。所以我觉得学生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就是关于食安事件。那我觉得学校跟食材供应商的密切合作，有防场的这个动作，真的是对食安是一个蛮大的保障。是，就是学校端也会到我们的厂商这边来进行视察，然后完全归照这个三张 EQ 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食材评选。那当然在国小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家长们的很回馈，对不对？是的，因为其实食安问题一发生的时候，真的全部的人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尤其是家长的部分。那除了呢政府在上面把关之外呢，像有时候一些公文来也是会特别的请学校来提醒家长注意小朋友一些食用的安全。好像最近我们学校也会收到由教育处这边转资的像辣瓶糖或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在小朋友之间它已经传开来了，很多小朋友他很好奇，或者是说他会去食用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安全的东西，这个就需要说大家师长们大家来关心，以免说小朋友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呢去吃了一些对健康有害的一些产品。是，就是要帮大家一起来把关嘛。另外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学校营养午餐也建立了廉政平台，市长说呢就是要帮大家一起来严格把关，体健科跟教育处一起来探讨，希望学校就近在地的这些学校的人员能够协助这个来帮忙维持跟讨论这个营养午餐平日的一个品质。出席学校午餐食安廉政平台教育训练，市长谢国梁致辞强调，学校营养午餐食材需要师长和学校共同把关，鼓励国小包括校长跟学校同仁也都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去尽量协助去把关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品质跟送来学校跟制作的这个过程。过去我们好像都是要用突击检查的方法去跑到一个我们平常不会来的学校，殊不知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每天就在楼上楼下的角度去看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制作跟或送到的一个流程检视。所以我们最近跟体健科跟教育处以及在跟政风处都有在讨论，我们会提出一个新的办法，我们会用实际的方法鼓励并且检讨国小以及公立幼稚园在这个营养午餐在校的人员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政府邀集120位负责学校营养午餐食安人员、食安稽查和采购人员参加研习课程，还邀请基隆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嘉妮试调站进行研讨，提供务实的经验和法律见解。借助外部的力量，其实我觉得他刚才提到的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在地的学校才是最真实能够了解营养午餐的现况。已经有推动了自治条例，我们也有加强法则，我们也会加强抽检，但是就像我讲的，我们随时都在讨论如何把营养午餐的品质跟在整个监督的这个机制全部的透明化。政府强调，学校午餐食安廉政平台已经启动，未来会加强抽查，并由政风人员适当的介入行政稽查，若有发现不法弊端情事，将交由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真的，我们就是关注在食品安全廉政平台教育这一方面。那请问杨俊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主要的训练内容有哪些？好，其实廉政平台它很特别，我们其实已经有食安平台了，就是说在整个食安控管上面，我们会从食安平台做，就前面讲的这些部分在食安的部分做处理。那食安廉政呢，最主要其实是在防弊，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可能学校午餐外县市的采购的弊案啊，所以就是要教导说，因为采购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金额其实也是蛮庞大的。那到底怎么样子的采购跟它怎么样子验收是符合整个就是比如说防弊或是联能，或者说我在整个品质上面是达到一定的这个公务员的效率，就会在联政平台里面做训练，所以会请到地检署，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联政署，然后都会来做。其实我们身为学校的这个广义公务员，他到底要有什么样子的素养跟什么样子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防弊跟联能的这个知识，对，然后去在这个平台里面做最主要训练。是，哎，不止联政平台，其实市府也跨局处举办了很多有关食安的问题。我们快来看看跟卫生局的举办的食品安全论坛，包括代表基隆市长谢国良出席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麟、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以及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旭阳等人一起出席这场食品安全论坛。这是基隆市政府为了提升基隆市食品卫生安全品质以及市民朋友对政府把关食品安全的信心，特地由基隆市卫生局在长荣桂冠酒店举办食品安全论坛，透过跨局处以及产官学界专家和业者以及学校共同的交流及探讨，希望可以整体提升基隆市餐饮食品安全，缔造干净卫生安全的餐饮环境，特别是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市长对食安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跟关心，大家都知道基隆前阵子有一些食安的事件，为了这个，那市长特别责成我们的卫生局还有我们的教育处，包括每天早上清晨一大早就是看早餐怎么做，午餐怎么做，还到了新北去学习跟观摩。那在市议会我们也通过了午餐自治条例，市长对这个重视，他是不用不上局长每天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在那个时间还有教育处非常的用心，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产官学合在一起的论坛。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讯息的充斥，是各式各样，可能用一个名人告诉你说，哎，吃什么最好，用什么最帮助最大。事实上，怎么样让网络的讯息有真实呈现，是真的告诉民众，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讨论而告诉大家的。那刚才那个邱副市长说，那个市长每天打电话给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说每天打一次电话给我们，可实际上不是哦，是几乎每个小时、每分钟都跟我们还有教育处的同仁，然后每天都带跨局处的同仁到每一个自设厨房的学校去看。那一开始当然是希望说做得好不好，但其实也在那个过程中，市长带着团队去了解每一个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可以做得好，或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个是我刚才跟副市长我们一样都表达很感动，市长在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用心跟用力，然后所以那个就算每天或者是每个小时接电话都不是一个压力，因为他就是看着这件事情越来越好。哎，真的，这个食品安全市府真的非常重视。听说市长那一阵子每天都会去不同的学校，一大早就去监看。我们要请教杨俊。是，就是那阵子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些食安的事件，虽然后续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厘清说，其实不是食物中毒，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引发的，但就表示说市长在跟市府这边认为说，一定是在整个午餐的这个无论说联能也好啦，或者是一些素养应该具备的尝试都可能比较重的话说，可能我们螺丝松了，所以市长就每天一早我们那时候是说6:30还是7:00，他每天都这么早，对对对，然后就要到那个地方集合，市长说然后市长就跟你说，来今天看建的国小，对，就是在事前都不会知道，我们都不会知道，然后就说今天看哪一间好，然后我们就去，就冲去，对，就冲去。所以那时候其实，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危机也是转机，就是因为市长这样做之后，其实学校重视，跟着重视学校午餐相关运作的这个程度，但是我来这里之后，第一次这么的重视，真的超重视的，就是第一次这么的重视，然后就说哇，原来就是，就是我第一次我说的话，他们很
很认真在听哎、欸，然后很认真改进哎，就哇太棒了这样，然后就是，然后后面这些问题啊，就是慢慢就没有了，对对，就真的是慢慢慢慢的改善了，是，对，所以学校端很感受很深，对不对，主任？感受的很深，因为像以我安乐高中来讲，我们参加的是长乐共厨，嗯，那我们不知道市长哪一天会到长乐厨房去，所以我们几个午餐秘书都是严阵以待，轮到我们煎厨的时候呢，我们原本是7点之前要去验收食材跟煎厨，但是那一段时间因为市长都以身作则，他市长都这么早起床了，我们更是要在6点半左右我们就到厨房去了。我觉得也谢谢市长这么的看重这件事情，那也跟着让整个团队都严肃谨慎的处理这个问题。是，这所以就是食安教育训练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食安其实我们从包括法规或是我们的管理面、其实老实讲，过去我们的确没有做一个管理手册出来，所以要说说好了，就说说实际的啦，就是学校在办这件办学校午餐的时候，有时候是怕怕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怎么样办才是办得好，或者说比如说午餐的这个厨工的薪资真的就基本薪资、所以肯做就不错了，对学校讲肯做就不错了，我怎么敢给他额外的要求呢？那会不会要求一要求下去他就离职，那我反而供不出餐？所以过去的现况会造成食物面上的确食物面上的这些困难，所以整个包括后面的整套的他一定要整套的流程做全部的精进，那这午餐会带来的改变才会真的是让现场比如说老师也好家长也好然后学生也好就对不一样了，真的有感的一个不一样。对，真的有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公办民营，我们是不是请老板我们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新模式有什么样让大家看见的亮点，你们怎么因应？ Okay, 好，可以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学校午餐，台湾的学校午餐大概分为三个样态，一个是公办公营，公办公营当然就是在学校的厨房由学校自己做办理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公餐的整个运作，那再来是公办民营的部分，公办民营就是一样在学校的厨房是学校的，那他劳务委外让专业的团队进驻学校来做整个公餐，那再来就是民办民营的部分，民办民营带来就中央厨房供应给很多学校，那基隆确实在之前都是所谓的自设厨房公办公营的部分，那在今年基隆市政府开放了一组那委外给这个所谓的专业团餐业者来进驻哦，这个整个的一个供应哦。其实那边我刚好有做一个手板，因为这一组厨房是长乐国小厨房，后来也是由我的公司得标，都得标。它其实我们在这个厨房里面呢，我们特别强调说，我们是用专业团队的部分来做整个的一个经营哦。像我们本身，我们工厂在新北市算是相当大型的团餐公司，在本厂它的这个的卫福部的认证餐数是51000餐哦，那每天公餐大概是30000餐左右，所以我们有6名营养师及很多专业的厨师在做每日的烹调，甚至还有卫管人员、食品技师等等，所以整个我们整个流程它其实都是备受整个 HACCP 的一个流程的管制哦，所以这部分我们自从进驻了整个长乐厨房之后，我们也到了厨房去了解厨房整个的一个供应的这个动线啦、跟整个设备啦、等等是不是符合我们这种标准厂的需求，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也大力的去协助整个厨房的一个改善哦，所以这份其实专业团队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学校虽然基隆市的公办公营的学校，不管是在校长或者是午餐秘书等等，跟厨工其实在经营厨房上其实也相当的用心，但是再怎么样学校就是一个办学的地方，专业的这个午餐制程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哦，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在进驻之后其实也得到学校跟这个师生很大的一个回响哦。那当然刚才提到厨房的一个提升的部分，其实专业团队进驻之后我们就强调5S，像整理整顿清洁这个清扫跟
教养的部分，让整个厨房的环境大大的做提升，让病媒的程度大大的做下降。而且我们在食材的这个选用上都选用非常好的一个食材，让整个风险分摊，让我们每天中午在早上在制程的部分，其实能更准确的去掌握时间，更有效率的部分哦。那当然在菜色变化上，其实我们也相当用心哦。我刚才提到，除了我们选用好食材之外，我们用电子化去开立菜单，让整个的一个菜单的变化上跟食材的选用上，它更加的活泼，让小朋友他其实的满意度，他其实也大大的一个提升哦。所以我们在特别提到，整个温度哦，食安刚才一直提到食安其实很重要的是在温度的部分，温度的控管。那由我们专业的团队进驻之后，其实真的我们的效率跟整个这个制程管理在温度上，从温度上来看哦，其实我们真的是打趴了很多很多的学校。我们平均温度热腾腾吗？热腾腾，平均温度都在上升10到15度哦，每一道菜哦。那其实我们用的厨工能力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加入了比较科学化的制程的管理，让整个厨工的效能更加的提升，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当然刚才提到要感谢基隆市政府去投入了一些经费去改善厨房的一个动线，让整个动线它其实更流畅，让我们的制程的效率在能更提升哦。那再来，当然提到满意度哦。进驻其实今天是9月30号，其实短短的大概就是一个月哦。其实我们所供应的这个校群的各所学校其实相当的有感哦。其实以满意度的部分就高达95%。而且很多的老师甚至学生都很期待到学校去吃中午的这一餐哦。而且我要特别提到厨余的状况其实也非常的好。下次我们也去吃一下，好，长乐跟安中吗？很多学校回来的那个，我们的厨工都非常相当的开心。那个真的是吃光光哦，真的吃光光。而且像我们会开一些比较学生喜欢的啦，像咸酥鸡啦，或者等等。其实孩子真的是很喜欢，而且都会到备份区去打哦，说今天吃不够，甚至有些孩子回去之后，会请妈妈写联络簿。来鼓励我们的厨房的厨工人员，说今天的午餐真的太好吃了。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的厨工都是在基隆的在地的这个市民嘛，他们也感到骄傲，说新的团队进驻之后，他们也曾经在买东西的时候啊，或等等跟店家在聊天时，那店家得知说他是我们这个厨房的这个厨工。其实都说啊，我儿子啊，在学校吃了几年的营养午餐，特别说这一次特别，团队进驻之后，特别在提升这个口味上跟温度上，都特别的有感。是哇，真的可以看到新团队就是不一样。那未来会推广到全基隆市吗？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做示范，就是第一间啦。那一方面是市府的角度是说，我们先把一间顾好了。如果这个模式是很成功的，那我们再开始逐步的到往外其他间的推广。因为一个要到这么优秀的厨房的运作，一样是环境好、动线，然后单价，然后人力，然后包括厂商，对，都需要去兼顾。哇，这也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用心。那当然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一块也非常的厉害，我们要请见我们的陈功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学校在推广食农教育上有很棒的亮点。好，那因为呢，成功国小大家知道哈，它的位置正在市区。那呢，我们在市区里面呢，我们刚好就在看妈店，然后在传统市场的这个周围，其实是非常适合推展我们食农教育的一个场域哈。好，那我们呢推展食农教育之前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课程架构图哈。我们最主要是有三个方面哈：农业生产与环境，还有呢饮食健康与消费，还有饮食的文化与生活。它是呢这三个面向呢，整个集合起来，好，那重视呢实践的这样子的功力，整个就是我们食农教育的一个架构。好，那我们学校呢从各方面呢来推展我们的食农教育。好，例如呢你看呢，像是呢我们食农教育在中间，那我们呢有一些学习的活动，也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另外呢也结合学校的午餐来办理，好，这样子都整个呢都是学校场域推动的一个方向。那呢我们呢成功国小呢在推动这个食农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也找了一些专家好来给我们指导，好像是呢
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如平教授的团队，好，还有呢桃园农改场的这些专家，还有呢水事所的这些专家，好，等于说方方面面的这些专家呢都给我们一个很专业的指导。那我们呢现场的老师呢也很定期的给老师一些备课以及增能，好，讨论一下我们食农教育要进行的方向，以及呢增加老师的能力。那至于呢厨工部分呢，我们也找外面的厂商来给我们厨工增能，好，让他们呢可以烹调出更美味更健康的餐点呢，让小朋友来食用。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学校的校园农场，好，就在呢虽然是我们是一个市区学校，但是在我们学校的三楼的顶楼呢，我们就自己开创了一个校园农场，让小朋友呢亲自的去种植，好，然后呢种完之后，这也是我们的校园农场哦，我们用每植袋，好，那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袋，所以呢等于呢他们呢都可以实际的动手做。那从108年呢实践到现在，我们种了不少的作物哦，像是呢番茄啊、葱啊、高丽菜、好、草莓、玉米这些小朋友呢都亲自的去栽种过。那这个呢我们另外呢我们还结合国教署的计划，在成功国小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食育教室，好，那这个教室呢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学生呢其实有十分之一啊家庭呢其实是比较弱势的，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他们上餐厅的次数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在学校呢这个这么漂亮的食农教室里面呢，他们呢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用餐的气氛去感受，而且呢可以去学习一个用餐的礼仪，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创立这个食农教室的一个目的。好，那你看呢我们安排呢每个小朋友可以去到这边吃营养午餐，虽然是吃营养午餐，可是呢在不一样的环境吃，气氛感受绝对不一样。好，那再来呢我们呢也邀请家长，好，这个是小朋友呢他们来我们的食育教室里面自己动手做，好，他实际的种，然后到实际的煮，到自己吃，感受自己从产地到餐桌食农教育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呢我们呢也邀请呢家长一起来，好，因为呢亲子一起共厨一起共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亲子活动，也一起在食农方面呢健康饮食的部分呢一起增进。好，然后再来呢你看我们也感受到不一样的饮食文化，好，例如我们请厂商一起来爆米花，好，我想我很多小朋友现在已经没有机会感受到什么叫做爆米花了，好，我们也把这样的厂商请到我们学校来，然后呢也去参访我们校我们的社区里面有一个碾米厂，好，一个碾米厂，实际呢去看这个米的包装以及制程，还有呢到全联去啊实地的去进行食物采购的认识，还有呢就是我们还结合了户外教育，带着小朋友走进田里面实际去插秧，实际去看一下呢这个挖竹笋，好，像我们基隆有一些农场有提供这个挖竹笋啊绿竹笋的这样子的体验，还有呢那个黑豆，好，让小朋友呢去知道说哎土地作物生长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呢也跟一些企业合作，像是真鲜寿司他们来学校包寿司，然后让小朋友呢有这样子的吃的体验。那最希望呢是其实呢我们食农呢最主要是一个永续发展的目标，我们希望可以提供小朋友一个健康的生活，那达到一个永续的这样子的概念。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四位来宾，有带大家看到师傅在守护学童健康饮食方面的努力及决心，当然还有非常精彩的食农教育。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校长，还有我们加入食农教育的学校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